你们俩这节目演得怎么样啊？你们这个节目真是演得不错。哎，不能这么说，咱们的节目是分不出谁高谁低呀，也分不出谁弱谁强。我跟你说吧，黄所长，我们这个居委会不大，但是住了好些名人，您知道吗？都谁呀？小华子、小坤子、小袋子、小明子、小达子、小林子。你最好把这大名说出来，我们户籍员好统计一下，是不是？那不行，小华子，说出大名怕吓着您。小华子谁啊？小华子是董文华。小坤子、小袋子。姜昆、戴志成。小明子、小达子。郭达、蔡明。小林子。郭冬临呢？哎呦，您不认识啊？啊，我知道，你们这个街道住了很多名人，也住了个别的坏人。哎，没有坏人呐。小二子，你说出大名来，我不信。陈小二、陈佩斯是不是坏人？是啊，黄所长，他当过小偷吗？卖过劣等羊肉串。哎，黄所长，那不都教育好了吗？那也属于有前科。哎，要真有前科，我们街道绝对不要。啊，比如说吧，前几天啊，有个叫黄宏的领着超生游击队，想住到我们街道，我们就坚决不同意。对，我听说了。还有一个节目主持人，报天气预报，今儿刮，明儿刮，后个还刮，北京今天雪大，全是他闹的。我说，叫倪萍，我们也没批。这个人我可不认识啊，还避嫌。我说黄所长，真的，我们的居委会啊，最近来报名的特别多，特别是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之后呢，好多澳门、台湾还有香港的同胞都想到我们这儿来住。哟，那有重要的客人你可得报一下。黄所长啊，是这个温兆伦呐、黄伟林呐、好多好多。那我们部队呢也有一个歌唱家转业到我们派出所来了，那就是阎维文。哦，小蚊子，我们欢迎。什么季节还蚊子？我告诉你吧，黄所长，我们这个街道可是人才济济，我们还有国宝。把熊猫也整来了。不是，是京剧。啊，京剧，对对对，我们那天早上正巡逻呢，就听胡同里边喊啊啊啊，咦咦咦，啊啊咦咦。哇呀呀呀呀呀呀！咦咦咦！我们以为出事了呢，到那一看，俩人吊嗓子呢。我跟你说吧，那天的吊嗓子就是为了今天的大联欢。孩子们准备好了没有啊？哎，给他们演演。Thank you.
保还行啊，非常的好。那么下面有请我们警方代表严维文。好。自从穿上这身警服，我就扛起了安宁托付，和平下的这方国度，也有生生死死英雄辈出。面对刀枪血火，尽会盾牌，换回平安幸福，平安幸福。十三的父母亲，共和国十三的主心骨，为党跨好月圆，我将和你一样温馨满腹，温馨满腹。谢谢你啊，欢迎你来我们这儿住。黄所长啊，我们街道上啊还有几个老奶奶也忍耐不住的，得给大伙儿出来表演表演，岁数大行不行啊？好好好，有请有请，欢迎他们。这么大岁数，慢点儿，别摔着。家家户户小心火烛，一家失火四邻。
年的还没忘了防火吧？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这样吧，把我们新来的邻居啊，小轮子、小林子请出来唱个歌，好不好啊？小林子，香港和澳门来的。好，那好，我们也派两个女警官，那就是佟阿梅和涂梅华。咱们合唱，合唱，合唱，好。